好，欢迎来到艺术闪亮亮。大家知道今天要画什么吗？我们赶快开始吧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来画字母 I。 首先我们来画它的眼睛，它的眼睛是淡粉色的 light pink。然后我们把字母 I 画一下，我们把字母 I 画成黄色的。接下来以 I 开头的英文单词是什么呢？对的，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ice cream。 我们先来画一下它的甜筒 cone， 我们把它画成黄色的 yellow。然后是冰激凌球，首先我们来画一个草莓味的冰激凌球，我们把它画成粉红色 pink。接下来是巧克力味的，我们把它画成棕色 brown。最后是一个香草味的冰激凌 light yellow， 我们把它画成淡黄色。我最喜欢草莓味的冰激凌啦，哪一个味道是你最喜欢的呢？好，今天的动画就到这里啦，大家喜欢今天的画吗？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点赞收藏哦。再见 ，See you next time。